业务执行呢，现在由杨炳忠与吴炳基议员，两位议员联合执行，啊，咱都弄三十分，我们就由，还有赖家伟，阿哥讲，跟赖家伟啊，好，我们就开始执行业务执行。谢谢主席，我想请问一下，这一个地震局哈，这一次追加预算1.4亿的平均地权的基金，是，那这些追加预算是来补助我们农业局、建设局、环保局、水利局、体育处还有丰原区公所。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地震局长哈，平均地权基金没有送这个追加预算书吧？基金可以追加预算吗？请问一下局长。议员好，基金的部分没有，基金的部分是用超支并决算，没有办追加减。好，你请坐。普通预算是可以追加减的哈，基金是不是追加减？根据我们这个预算法87条跟这个预算法88条的规定啊，基金只是能超支并决算或是补办预算哈。这次地震局追加预算1.4亿的这个平均地权的基金，用来补助我们农业局、建设局、环保局、水利局哈，还有体育处、丰原区公所是属于超支并决算还是补办这一个预算呢？这是今年地震局花函建设局这个各局处有关埔子区的区段的征收基金经费的公文，在104年地震局预算以超支并决算办理，不管是这一个超支并决算还是补办预算，都是先上车后补票哈。先上车后补票，平均地权基金超支并决算规避监督，好，规避监督啊，局长有这个现象吗？请局长回答一下。跟议员报告，这个应该不是说规避监督啦，因为刚刚议员也提醒了，就是预算法规定里面基金是用超支并决算，但是我们在公务预算里面办追加卷还是一样要送议会审查，所以这个税入跟税出的部分都送议会来审查，所以应该是也是送请议会来监督的，应该是没有规避的问题。局长你请坐哈，在胡市长这个时代，当胡市长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林佳龙市长，我们台中市政府哈，都是在先上车后补票。虽然预算我给基金开个小门，但还是规避了这个议会的这一个监督之嫌哈。虽然这些都是去年审查埔子区的埔子区段的征收基金的时候都审查过了，但是一码归一码哈，平均地权的基金用补助机关的方式。年底用超支并结算的办理，明年预算不写，刚好是神不知鬼不觉哈。我上一届在101年的时候，也再一次业务执行要求市政府市府哈减少这种规避监督的行为。那时候的副市长是萧副市长哈。现在呢，副市长是担任过交通部长的我们林副市长应该更清楚哈。超支并决算等于是预算编列的这个部署哈。在这边我还要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地震局长，既然埔子区段征收基金去年底财务结算，干嘛还要送议会审议104年度的基金呢？请局长回答。跟议员报告，在审104年度预算的时候，埔子区段征收基金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还是正常编列了104年度，在区段征收基金的时候也送议会审查过了，是在到去年底我们把埔子才做了这个配合政策上需要埔子的部分做了结算，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否则其实他原来的预算已经审过了，是之前就审查通过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埔子在去年底结束
整个收益都归入平均地权基金，所以我们今年度才在公务预算的部分透过平均地权补助公务预算，我们这边边税入，各单位来边税出，是把原来104年度铺子区段征收议会审查通过的部分，在今年的公务预算来做最加减，所以应该是还是请送请议会来监督，没有说刚刚议员所讲的这个偷渡的问题啦。啊，局长你请坐哈。先送议会审104年铺子区段征收基金，让议会会以为104年铺子区段的征收还有很多建设，结果偷偷的结算转入平均地权基金，而且哈、哦，原本的这104年平均地权基金预算书也没有写啦，所以哈、哦，议会审基金的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到104年底才偷偷的超支聘结算处理掉，台中市政府就这样子偷偷的出生了一个啊一堆的建设。本席认为哈。啊，在过生日吗？每人都要这种 surprise 吗？偷偷的结算铺子区段征收基金，啊，来糊弄我们这个议会在前，偷偷的超支聘结算平均地权的基金，规避监督在后，啊，规避这一个监督哈，啊，简直是在考验我们议员的这一个智慧。那我想请问一下局长，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这个结算铺子区段的征收基金？103年12月就已经把铺子区段征收基金做结算，把它的权益归入平均地权基金，所以在去年底铺子就结算掉了。好，局长你请坐哈。去年议会有审议104年度的基金预算的时候。啊，这个前四五就已经决定结算这个铺子区的啊段的这个征收基金，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背起前朝的啊这个烂摊子哈、哦，因为前朝啊芙蓉议会使得这个1.41亿的这个平均地权基金需要超支并结算处理，等于是帮这一个哈、哦、啊前朝啊擦这个屁股啊，我希望。啊，我们这一个局长啊，能够啊认知一下，接下来我们请。